空，那就空了，下楼了。太好了，太热了呢。这不又来了吗？这是有没有路？这来。太好了，完了，完了。上海的工地，现在收拾的所有，全部搬到大的马路上来，是帐篷。这还有地擦，收拾里面全部消毒、杀毒，看到吧？ 搬到那泥地里面就插在地上嘛，你市里面一百多斤还把你刮垮、啊，那肯定，嗯，上海建工。